我们帮里来了个带着丫鬟的大小姐，在下是一个菜底帮的帮主。依稀记得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一个夜晚，我刷着世界想找点什么复制一下，用完今天的2块钱。这个时候我看见阵营有人喊，刚转服毒姐求个菜底帮会。你们可能不知道作为一个菜底帮主对这些字的敏感程度，你们只要知道我把他拉进了帮就行了。毒姐进了帮会，我带着帮里仅有的4个人手动欢迎了一波。毒姐在 YY 频道说，我带了个丫鬟，帮主可以把他拉进来吗？啥玩意儿？虽然不知道这个毒姐在玩什么 play，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帮主我要镇得住场子。我沉着冷静地说，好的，毒姐姐贴下 ID 吧。毒姐贴了下 ID， 我把人拉了进来，是个绣罗。绣罗 ID 很正常，算是个正经的罗。我带着帮里的人又手动欢迎了一波，绣罗开始说话了。绣罗说，大小姐，您在这样的帮会老爷知道会骂我的。啊？啥玩意儿？刚说你是个正经的罗，你怎么这么不正经呢？我觉得这两个人来头不小，我不敢轻举妄动。我思来想去，最终决定暗中观察的时候，我徒弟突然密聊我，他是一个硕智的老司机，我觉得他从中一定看出了什么端详。我徒弟说，这是啥鸡巴玩意儿？虽然我也想这么问，但是我觉得我是个帮主，我要镇得住场子。我密聊我徒弟说，这是人家城里人的乐趣，一个土鳖number one。在我和我徒弟密聊的时候，毒姐就发话了，你他妈会不会说话？毒姐说出了我的心声，我想鼓掌，但是我忍住了。我想果然是城里人的小情绪，毒姐已绷不住了。我有点为我的沉着冷静而窃喜。秀儿知错了，是秀儿僭越了，小姐恕罪。喵喵喵，毒姐说，本小姐自有本小姐的道理。嘎嘎嘎，我和我帮会的人大概是这个状态。Excuse me， 喵喵喵。这是帮里的屠罗沉不住气了，屠罗说，哈哈，你们有毒。对，屠罗就是这样说的，和你们一样在那里哈哈哈哈哈。我心想大事不妙，果然就在这个时候，毒姐和秀罗同时说话了，无理，放肆。我有点慌张，毒罗是个暴脾气，我怕毒罗控制不住自己。我在帮会群里问，咋整啊？要不我们把他们整出去？帮会里的人一致否决，因为他们也想哈哈哈。当然如果他们同意了，你们现在也看不到这个树洞了。秀罗说，谁知你这样污蔑我家小姐。我觉得我不能坐视不理，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推动着我，是我不能自控。我说，对不起，是我管教无方，我替毒罗赔不是了。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莫要伤了和气。毒姐说，打狗还得看主人，我的人轮不到他来教训。我说，毒姐说的是。秀罗沉默了一会儿，偶然看出了话里的不对劲，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的罗。秀罗说，大小姐说的是。我认为这是两个有故事的人，我觉得此事必有天大的阴谋，作为一个帮主，我一定要是一个掌控全局的人。我派我的爱徒去侦查，搞清楚是什么情况。徒弟弟密聊了秀罗，秀罗罗，你们在玩什么？秀罗密，别多问。我徒弟弟又密聊了毒姐，毒姐姐，你们在玩什么？毒姐说，你不懂。徒弟弟对我说，他也不懂。我故作深沉地回答，那就别多问了。反正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他俩就在我们的帮会待着了。因为他们俩，我在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试过他。一是因为我被吓到了，二是因为我怕别人被吓到。毕竟我们是个正经帮会，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受不了人。那天天很蓝，水很清，我在帮会钓鱼，秀罗密，帮主，我忍不住了。我说，啥玩意儿？谁欺负你了？秀罗说，他们没这个胆子，就是帮会里的伙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我说，没人欺负你就好，不过小姑娘话不能这样说，我们这儿都是一流的厨师，你到哪都名都是一样，大锅饭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秀罗又接着说，天天都是几样肘子果盘，腻得很，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我家大小姐吃不惯。这话感人肺腑，锅味听了都会流泪。我说，这可咋整啊？我给了一瓢菜倒来了一鱼。秀罗有点闷闷不乐，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就那么默默无言地拎着鱼走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不忘交代，烤一烤，嘎嘣脆。第二天我上线，发现秀罗拿走了我们仓库的烧鱼。哎。
我的爱徒很生气，因为烧尾宴是他做的，他决定把秀罗隔离，他把秀罗换到了没有他专用仓库权限的分组。秀罗也很生气，又来找我了。盟主，你为什么给我换分组了？我说，我想了想，尊卑有别，你和你家小姐在同一个分组成何体统？我觉得我真奇怪，其实秀罗也被我说服了，他一愣一顿。终于到了一周一次的帮会杀猪时间，我很激动，很惆怅。激动的是，我们帮会杀猪突然能开了起团。虽然我们之前也开团，但是五个人的团和六个人的团还是有区别。五个人的团那叫队，六个人的团才叫团。惆怅的是，这俩人不正常。我找了秀罗，秀罗很为难，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你问问我家小姐吧。我找了毒姐，毒姐很干脆地拒绝了我。毒姐高傲地说，我干不来这类粗活。毒姐的拒绝在我意料之内，但是杀猪是大事，我觉得我不能轻易这样放弃。我对毒姐说，还有旭儿，要不你派他来。毒姐略微思考了一下，毒姐在播音会听到里说，旭儿，你去帮他们杀猪吧。秀罗欲言又止，小姐你，毒姐说，寄人篱下终究是不必在家里的。秀罗说，可是秀儿从未杀过猪啊。毒姐说，秀儿，这真是委屈你了。帮里的人默默地看着他们俩对戏，大气都不喘。这一刻我们不约而同的都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过分了，勉强这种十尺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和她的丫鬟来帮我们杀猪。帮里的毒罗看不下去，别逼逼，赶紧来，无礼，放肆。呵呵呵，呵斥归呵斥，毒罗还是挺累。准备准备，开路开路。我说秀儿，你看这条路上丢点地上的石灰和冰块，然后搓一搓，拿一个砸猪就行了。我说天哪，帮主，你不知道我这双手是用来伺候我家小姐的。我说那可咋整啊，你家小姐让你来杀猪，秀罗安息。这一切你当是为了大小姐吗？这声哀息真是戳到了我的心坎，见者伤心，闻者泪。多么勤恳忠心的毒罗呀！秀罗在帮会频道里说：“大小姐，秀儿去去酒楼。”毒姐说：“好。”秀罗拿着冰火弹砸猪砸得不亦乐乎，边砸边愉悦了味。这就是旁人说的杀猪吗？呵，真是太容易了。我说：“是啊，很简单的吧？”我没看见秀罗的回话，就看见秀罗被猪拱了。秀罗小小的身体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下子被滚出去老远。秀罗站在远处转着圈，帮会频道里说道，大小姐，秀儿可能不能再侍奉您的身边了。我有点惊慌，这可完犊子了，杀猪杀出人命了。我觉得我安全生产30年的优秀帮主称号保不住了。说时迟那时快，毒姐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句，不，秀儿，你怎么了？你不要离开我。作为一个帮主，我要控制住场面。我沉着冷静地说，秀儿，你乃自己啊。秀罗视而不见，屈打就说，大小姐不在，你一定要幸福。我觉得秀罗可能是不顶到风，我担心秀罗一命呜呼。毒姐让我们全帮人给秀罗回复，我赶紧跑，快快，来人带他跑。毒罗积极响应了我的号召，一个托马斯回旋半体三周半翻过去，给秀罗一个伸手。毒罗不吭气儿了。毒姐不清楚情况，还在帮会里说，秀儿，是我对不起你，我就不该让你去杀猪，我就不应该来这个帮会。杀猪有风险，入宫需谨慎。那你们把我徒弟的兽宴先吐出来，你们再说不来人的吧。看见大小姐这样子，秀罗连忙的帮你扶着，大小姐不要担心，多亏毒罗妙手回春，秀儿已无碍了，大小姐莫迁怒他人。毒罗说，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毒姐说，秀儿，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不要再参加这类危险的活动。是，大小姐。猪什么死和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真他妈是一出好戏了。后来
再叫他们杀猪，毒姐表示得头很气愤，毒姐气势中的质问：你还想让上周的事情再重演一次吗？我沉默了，我死死，我豁然开朗，脸上喜笑，我说：毒姐说的是，是我考虑不周。隔壁崩溃的告白帮也知道这件事，哭着喊着也要来当小丫鬟。我装逼的说：“你可以去请示一下。”他先去找秀，温柔的问他：“秀，你一个人服侍毒姐也挺辛苦的，要不我找个人帮帮你？”秀说：“不需要，大小姐有秀儿一个人就够了。”他说：“为什么？我给你找了个李飞盖，身强体壮，还能当保镖。”秀罗酝酿许久，深沉的说：“帮主，你有所不知，我们家家族世代侍奉大小姐的家族。”之所以来陪大小姐玩游戏，是因为老爷担心大小姐被奸人所骗，特地让我来保护她。听到这里，我觉得我不能再讲下去，我感觉我听出了幻境，也许是因为我在竞技场里被八老打伤了头。这句话我听了沉默，丐帮特有，我对丐帮说：错的不是你，是你的噱头。丐帮沉重地表示附和。徒弟想打敌花，在帮会里问了问声。当毒姐和秀罗进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拒绝，但是我们的灵魂中就有压抑不住的小期待，所以我们还是放他们进来。放进来后，他们有友好的提醒，我的好友要进来，我都拒绝了。作为一个硕智的帮主，我觉得这两个人不宜让外人看见。进了队，徒弟例行公事问他们需求什么。毒姐不笑地说：本小姐像是缺这些寻常东西的人吗？需求马具的我和徒弟很尴尬，秀罗并不尴尬。徒姐简直说：大扇子。我说：秀儿，你是不是想给你家小姐跳舞？秀罗恭敬地说：秀儿不善舞蹈，秀儿只是想给小姐扇风伺候小姐。徒姐很满意秀罗的回答，徒姐笑了：秀儿真体贴。我想了想大扇子的大小，我估摸了大扇子的锋利，我裹紧了我的小脸，有点怕他。我们队里的配置是这样的：我一个美丽的冰心，毒姐一个高傲的模特，毒罗一个勤劳的鸣哨，徒弟一个群锁链的天策。我说：秀，你也切个冰心吧。毒罗拒绝了我，他说：让大小姐奶我，老爷知道会打死我的。好好好，我懂我懂，尊卑有别嘛。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问毒姐：毒姐你切吧。毒姐切了装备，开始切心法毒条。我看着秀罗写了个灵感，毒姐挂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们像戏台上的老将军，背后插满了伏笔。不得不说，毒罗不愧是和毒者有着血脉渊源的罗，一心一意只为毒姐服。作为一个脸替，我在空中旋转跳跃，天地俯仰，硬生生靠着箭射的响舞活了下来。我很绝望，很无助，我在思考往后应该怎么办。我说：秀罗，我……秀罗，嗯？天的说：秀罗，你……啊，毒罗说：秀儿你别闹。是大小姐。大小姐一句话，顶我等平民千千万万女。秀罗正常，不，应该说秀罗的治疗量水平正常。来到敷院时，毒姐给了我一个饭盒。秀罗看见了，她很错愕，不可思议的问：大小姐。秀罗说：大小姐，你怎么能把凤凰给了她？我师兄当年比不上她吗？徒弟停住了去看剧情的脚步，发给了我一个殷勤的表情。这可咋样？放开，你该死的凤凰！我觉得秀罗要开始他的表演了，我要力挽狂澜，我要把控全局，我要终结这个话题，我要好好的打夫人。我说：你们大小姐是嫌我菜？开场，秀罗死。秀罗躺在地板上有点尴尬，我也有点尴尬。我为了避免他要打在这来惊醒，我准备了。发现打阿萨西时拉爆了天子，战斧碎地。朋友，你经历过绝望吗？那一刻天昏地暗，风雨欲来，我在的不是一个敌方，是一个修罗场。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毒姐千万不能死。我拉着夫人远离毒姐。团队频道修罗已经崩溃了，他心痛，他流泪，他说：大小姐，秀儿对不起你，给你丢脸了。他又说：秀儿死了不要紧，帮主你一定要好好保护我家大小姐，你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这条命
是我家小姐给的。嗯，结束了。这个帖子呢，目前还在直播中哦，才更新了两页，大家想看的话去看。然后的话，很抱歉了，然后接近一个多月没有更新了。现在应该是22号的半夜吧，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这个时候录制的。然后这期的话，也是通过很多大宝贝、小天使们的意见啊、然后呢，加了 BGM 啊，然后把语速放慢了点啊，我还要迎接一下我的新气象，对不对？啊，这个还换了一个新的背景，然后画风略显清奇一点，然后这都做了一个稍微比较好玩啊，也是新看见的。然后很多人肯定会问我啊，你这个 UP 主啊，你是催更啊，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很对不起大家，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我现在是您大一狗，然后也是放假放的比较早，对，你这爹需要什么寒假一个半月的，什么都不要说话。我12月12号放到3月初，你们不要说话。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要做兼职嘛，因为我也是玩 G3 的，你们也懂的是吧？今天这个鸡精鸡红出来了，当然有个鸡精，不用猜，688限量披风，马具一套，对不对？我天天搓石头，每天卡就是一大堆钱的，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兼职是全天班，然后现在也是很累了。也是难得，今天也是请了个假，3月2号嘛，然后23号早上也是可以休了两天，上午是请了一个白天班，算是扣了工资，对不对？还是给大家来生活一个多月了，我的天，不能让我的小宝贝们等太久，对不对？然后的话，这个视频就这样吧。然后也是收到了很多什么亲爱的小伙伴们推荐了什么很多剪辑视频啊。然后我找了很多个就是我的，你们安利了很多很好的那些剪辑，我知道那些剪辑，我之前我都看到过了，但我后来就放弃了，因为你要知道绿色版这个东西，正儿八经的正版我们都是买不起，你们要知道这个定理，大家也是清楚的。正版我是真买不起，因为绿色版我不想洗，我的电脑已经快被我糟蹋成这样，然后不想让它再被我糟蹋了，所以就这样了。现在的话就是别人有小伙伴安利了，私信给我的，哎呀，好开心啊！特别感谢那两个宝宝，现在就只有两个，但是么么哒啊！然后他们安利什么那个绘声绘影还是绘声字，然后我记不清了。然后我现在就用这个软件，然后很谢谢。这个每次就是这个闲聊时闲来时长就特别感谢。哎，说真的。就是我在我的评论区里看到了两个字，我特别感动的两个字，两个字我可能以后会很恨他，但我现在特别开心的看见了他，那两个字叫催更，我真的有朝一日虽然说我可以被一个小伙伴说啊，你这个视频我下期我很想看，我一定要看，我要催更了，天哪，好幸福，虽然我可能失业。可能做完一个星期之后，我可能会做完一个多月之后，可能恨死这两个字。然后有些人问我，对的，再次我之前我立了一个 flag， 对不对？我的视频不会低于10分钟，现在要来视频改，把这个 flag 改一下。虽然我的8:8肯定是10分钟起，永远不会比木毛主长，对吧？就可以长粗大持久。然后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可能会来不及更新，然后所以我希望。来不及更新的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视频。真的，我做视频真的只是为了好玩。我可能我现在也玩炉石啊，我把388卡包我也会开。可能下次无聊会开个388的卡包做个视频给大家看，然后就当做那一周的抽头稿了。对，你们可能现在玩计算侠的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是玩这个球，也有可能哪一天我真的是拖太久了，实在没时间了，我可能半夜起来唱个歌。我唱歌可能很难听，不着调，但很耐，但声音很好听，对。然后的话，春节期间的话会再发一次视频，对，很快了，也就大概几天了，一周不到半周的事情，对不对？发下一个视频了，有时间的话可能会去做一下直播，看吧。说真的，我开学之后可能会开始做直播。我的室友不怎么玩G3，你们也知道，他们被马化腾就腾讯游戏已经祸害成人样了。慢慢减残，他也曾经找到情人多好。但是我的火把已经饥渴难耐。
行了，时间过长了啊，时间过长了，就这样吧，拜拜，大宝贝们。